欢迎欢迎欢迎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。嘻哈芭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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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嘻哈芭蕾。哦耶！哦，真的不错哎，因为有一些那 hip hop 的律动，然后在这个加带芭蕾的一些、嗯，其实里面也有一点点的爵士。对啊，我刚刚看得出来。嘿是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这个 TV 三剑客的代表，反正有舞蹈团体或舞者来的时候，就会听到他的声音。咔嚓，四大天王的主角。以模仿郭富城起家，现在改模仿诸葛亮，有时候演陈晓东，有时候又可以林瑞阳，他就是我们最英俊的罗志祥。有什么要求吗？特别的嘻哈芭蕾，我完全没看到嘻哈这个东西玩。哎、欸，有啊，刚刚他有啊。我要用身体能够表现出真正什么叫舞蹈，观众朋友一定会感受到，哇，小猪真的是跳嘻哈芭蕾。啊、看着，只有跳一次喽，没有第二次。好来，看好。好来，嘻嘻嘻嘻哈哈哈哈芭蕾，嘻嘻嘻嘻哈哈哈哈芭蕾，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哈。一起来！啊，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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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闹鬼啊！刚刚那是另类的嘻哈芭蕾，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你正式的，因为刚刚以方有示范一下，你就如果不会的话，你就用它一点点东西就可以了。好，嘻哈芭蕾，来音乐来 ，hip hop hip hop。起不来，你应该破了、欸。嗯，啊，帮我拉一下。我这下去容易哦，上来难。我在看，我在笑你，把我抬起来，哎，丢进来。你脚不会收腿，撑一下。快点，我的脚拉起来呀、啊！丢进来吗？宝贝，你要往前。啊，往前推啊！真的。没热身，不要跳这么激烈。来，躺着主持，躺着主持好了。哎，来宾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入境随俗啊。你们先忙啊。来来来。哎，来宾，马克，快点啊。干嘛？我们就配合一下罗大台啊。不是，你们先去忙，我们先去忙，先去忙。真的吗？我待会就会好，待会就好。先躺一下啊。来来来来来。多吃。哎呦，刚刚这个嘻哈芭蕾，对不对？嗯、对那我们这个如果完全不理我、啊，真的不理我，你们真的不理我、啊，你自己解散，解散，啊，快点罗密欧，你散，我不管你们了。你很爱解散的。罗密欧黑个人问题嘛，还面讲。好，来来来，从哥这个，那现在呢，有第二个就是算是那个要考两人的即兴反应了。啊、嗯，我懂不懂？谁我的吗？就两位都一起考一下啊！好，中国传统的彩带舞，来来，掌声鼓励 ，Markio 彩带舞，用力甩，用力甩就可以。嗨，三三三，我的，怕老弟，怕老弟，我啊，我的，Markio 彩带舞，哦。不错哦，哎呀，少女荡秋千，仙女下凡，那个日本的小妖女，好，欢迎音乐，西班牙舞。
这什么啊？我没看过。传统传统。有这种舞吗？以方要看好哦。这个我。有这种舞吗？下一段蚌壳舞，嘿。这个我有看过哎。这个我也没有看过。乙方刚刚都有看到吗？我们胡闹的时候，有看到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要考你这个即兴。我要跳这些吗？哎，刚刚我们就示范给你看的。没有，可是你们跳的那么好，我不需要跳吧？好到不至于，充其量是这个略。你看，有一位先生还在跳哎。他被恶作剧拿到这个受诅咒的面具，诅咒对不对？对对，他爬起来就没事了。你刚怎么了？你刚怎么？被受诅。我在这边反 Q 是不是？你刚怎么了？还可以吗？你刚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好很多。好好，我们先请这个舞蹈界的代表罗志祥同学来示范一下啊。你先，你先，来了，开始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音乐？先来个西班牙舞，西班牙，西班牙，西班牙。蚌壳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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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彩带舞，彩带舞，彩带舞。西班牙舞加彩带舞，西班牙舞加彩带舞。老杯少，老杯少加蚌壳舞。被你分尸了，对呀，头都掉了，然后这些彩带就已经扒着一个头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乙方准备好了没？好 ，OK， 我试试看。好好，那先好，首先给他草裙舞，草裙舞，草裙舞，来来来。sexy sexy 啊，最后好。接下来蚌壳舞来了啊！蚌壳舞，西班牙舞，老贝少，老贝少，老贝少，帮您准备好。男人准备给你飞了啊！小心点啊！男人裤子渗透不打好啊！快点快点啊！别被男人变成这样子啊！好，老杯少加西班牙舞。好。
连老人一起穿了啊！西班牙舞、老兵少舞、西班牙舞，再加上我们舞龙舞狮。唱完没了？好嘞！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外星同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刚刚是舞蹈的部分，现在精彩了。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这个来个唱的部分，要另类的表演？不太一样的，对，不太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小红莓的歌，然后叫做 Dreams。许慧欣带来小红莓的 Dreams。小红莓的味道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样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我觉得那个表情应该是非常的 image 没有，对不对啊？image 就那个表情，在拉的时候那个表情要配合那个声音跟表情。哦，这方面你又是专家了吗？本身在家里有一些研究，有翻过书籍，有关拉方面的书籍，拉非常会拉。你看 ，take take， 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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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笑一下，来一下，啦啦啦啦！好新的笑话，笑一笑，哎，我怎么都不笑啊？明明就很好笑。对了，刚刚唱的部分，唱的部分已经那个表演完了差不多，嗯，但是要回到主题了，对不对？有关芭蕾的部分。嗯，那你要不要帮我们这个教学一下，在这？好，我们可以练一下一些基本动作。嗯，怎么等了那么久，然后他们还没出来？哎，我来了啦，来了啦，来来了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公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其实我很。很矮，对，他们在哪里啊？对啊，他们很慢，对不对？他们，哎，来来来，快点啦！哎呦，王子，对，应该是王子吧？哇，哎，人家不要你的花，对你打到别人，说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那那别人呢？哇！我的天哪！哎，丝袜你穿到破掉，你自己看。腿太大了，肌肉太大了，肌肉太丰。好，那我们先教一下我们这个基本动作。对对对，好好好。第一个基本动作要教什么？我觉得先我们要暖身一下，真的。所以我们先劈腿吧。好，哎，先暖身，怎么叫劈腿？这是暖身吗？对啊，好好，那就是我们在劈，那劈什么劈？就是如果你只能下去这么多人，啊，然后你就哇哇哇哇哇哇，你就撑着。可是如果你行，你就，所以先试试看，大家一起试试看，我可以劈到哪好？好好，慢慢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应该可以吧？女生筋应该蛮软的。哎，哦哦哦哦，有有有有，小心，好痛啊！罗志祥，对对，罗志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要干嘛？哎呦！
不是，不是，会不会痛啊？啊！好，那下一个，我们一定要劈腿啊！对啊，还有很厉害的舞者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演一个这个？你们可以演给我看吗？这一次呢，我们为了你呢，我们要安排一下，然后一些剧情啊。对对对。那请你帮我们看一下。好啊。这个《天鹅湖》呢，有没有可能在国家剧院的表演里面？对对，目标是这个，在纽约百老汇那边开一个厅给我们。好了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为我们莅临指导一下。好。TV 三剑客的天鹅湖准备开始啊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我在寻找我的天鹅公主。真的会晕。你有头，我也有头。你是马头，你是天鹅头，所以我要找的不是你这只，不是我，马头，马儿，对，王子为了你不喜欢我，你滚吧，哼，天鹅，啊，天鹅公主，啊，哦，天鹅。王子，我也要刚刚白天鹅这样倒的那感觉。你也要？是。你为什么不接纳我呢？因为你是黑的。台军路真的，对，大声鼓励一下。